翻不过来，让你翻过去。反过来。让你翻过去，翻过去，翻过来了吧？翻，得使劲儿！呀呀呀呀呀！牛逼，厉害！翻，使劲儿，过！呀，呀，刚说让你翻过去，你好争气啊！呀，又过来了，这么厉害啊！小王子现在厉害了呢。哦，我要是把那个给您撑楼，把蔡立健给您治好，你带回来不会？这样才能像小王会带的呀。他出了好几个，那都带过来，人家给舔了我。你讲讲人女方家长，给人家舔了我。有的是俺那个朋友小彪，人家女的给舔了一舔了一两次吧，他那撇缝了。那你要是这样想的话，我感觉你还不如找个有钱的对象了。我去给你说的。那找有钱对象，那有钱对象给你带个宝妈。我只是给你说说，那个娃子放下来。那娃子行，带回去，你带回去吧，带回去不会。你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呀？实话。说实话，我心里边的想法嘛，但是不代表我的决定，是我的想法。我告诉他，不带劲了。哦，我的想法是啥不？我觉得你看，我出了那么多事儿，俺妈又照顾俺俩，照顾那长时间，她也挺不容易的。我想的都是留给俺妈照顾。看你的表情，你妈都变了。你说留给俺妈的表情。谁变了？没变什么。淡定了。装大不懂啊！下回了，谁下回了？可能你都下回了。没下回。啊，这也不是我的决定。我说我有这个想法。但是我是个特别孝顺的人。这样要是真成了，我肯定把你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。别说大了。耶、你干啥呢？我不敢动了。别说八万了，你给多少都愿意。真假的呀，从我实际行动，看我实际行动吧，是不是小丸子？如果到我真给俺妈了，你真愿意？我愿意。我只是说说而已。愿意。真愿意。真愿意。真的。家人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，该向着他们了。真的哈。真的。我一再确定责任，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孝顺父母，别等到父母老了以后再去照顾他，到时候你绝不磨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是啊。小王子，给大家问个好。没想到你还挺孝顺的。你好，你好。不会。